贵宾大家早上好。今天将由我为大家服务，希望大家玩得开心，玩得开心。我姓王啊，我姓王，我是峨眉山的王导啊。好，咱们呢一会儿在里面坐进去之后，我去给大哥买索道票，乘坐索道。这个索道是奥地利引进的，奥地利是索道王国。一个在上面，一个在下面，一个车厢乘坐100位客人，100位到成都了啊，到成都了。所以今天我们时间比较紧一点点啊，但是呢，各位老人比较多。在上面，普贤菩萨手持如意，坐骑大象，吉祥如意。这个成语是来自峨眉山的，它有48米高，代表阿弥陀佛48个愿。头部分为3层，第一层4个头像代表东南西北，第二层4个头像代表东南西南东北西北，第三层2个头像代表天上地下10个方位，4方10面。10个头像是普贤菩萨10大行愿。等一会儿你在老佛的手里可以看哈，一进入传大千世界，往上看是普贤菩萨用到的第3只慧眼看传大千世界，到此脚丁站定方喜转，装在那3个箱子里面，看到没有？是进行大千佛陀落，佛大高僧慧眼在这里。
对，中央这边。包括是安康师姐的。Thank you.